阿比来预测世足吧。摩洛哥、葡萄牙、英格兰、法国。葡萄牙加油！不是啊，我看实力去评断的啦，没有说什么要故意毒奶。葡萄牙感觉蛮猛的，摩洛哥没听过啊。还有哪一局？今天还有英格兰跟法国这两队，怎么说？你们怎么看？我没在看，但我光看名字，我觉得英格兰很帅，我觉得英格兰要赢。葡萄牙跟摩洛哥，我是因为我不知道摩洛哥是谁啊，然后葡萄牙我知道有 C 罗，我觉得蛮屌的。那这个英格兰跟法国呢？我看名字，看名字。喂，我在开台，我用电脑接的。我包200块红包给你。200块？哎呀，我直接下几千块摩洛哥，我赚了10000多块、欸。我说葡萄牙会赢，然后你直接下摩洛哥。等一下，我下好几千块。啊，你要不要关心一下你兄弟？他在天台耶，他全部下和局，好像要那个嘞，要海底捞他嘞。哎，不用管他了，赌博活该啦。英法选一个。哪个赢？英格兰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就不关我的事情。